Hello， 大家好，我是西里才。现在呢，我来到了泰国南部一个叫和蔼的城市。这个地方呢，很多人称它为丽嘎顿。那么前几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就人潮突然间就没有了，这个地方几乎就变成死城了。但是经过了两三年呢，我现在稍微这样子走走啊，乍看之下呢，游客呢就已经再次的回到这个和蔼丽嘎顿这一边的城市了。先给大家看看这边，你看，可以看到我后面这边呢人山人海，然后一些按摩店啊、吃的啊什么啊都纷纷的开回了。所以现在呢，我就用我的镜头啦，带大家走走看看一下丽嘎顿前面这边有什么小吃，然后最近的人潮呢又是怎么样。前面这边就是和蔼的 Santara 酒店，然后这一间就是 Lee Garden 啦。现在我就在 Lee Garden 前面这边的这个街头美食啦。哇，很久没有回来了，这边就看到有鱿鱼干200、100、5、100，然后这边有白果燕窝、白果牛奶，这边又有鸡猪粥、蟹子海鲜粥。哇，又是一个美味可口的食物。哇，今天是星期天，并不是什么假日啊，但是呢人真的是非常多，可以看到我这样子稍微这样子转一圈就可以看到人潮超级无敌多人啊。走进去看看一下这个市集，哇，好热闹啊，几乎有两三年都没有看到这种场景了啊。这边哇，一大堆人在吃东西啊，在买衣啊什么啊，这边又有炸鸡40泰铢、25泰铢，然后有黄姜饭、nasi biryani、nasi pulut， 这一边又有猪肉串、牛肉串、牛饼，哇，这个大头虾300泰铢，哇，超大只的大头虾，哇，乌当巴嘎，然后又有花枝鱼什么。这边真的是很多东西吃啊，还有香肠。然后这个市集呢，特别之处就是他在这边卖吃的，旁边这边呢就是卖一些首饰啊、手表啊什么之类的。哎，我突然间发现这个看起来好像鱼蛋这样子的东西，原来是面包来的，而且是配咖鸭吃。嗯，不错不错，继续走走。哇，想不到一个市集也可以挤到水泄不通，走不动了，突然间，哇，人潮好多啊。哎，这边有披萨，60泰铢、90泰铢，哇，没想到今天人真的是很多啊。我最后一次来呢是疫情前，然后疫情的时候也看到这边变成基本上变成一个死城了，然后今天呢突然间回来又看到人潮又再次的回来了，非常多人。这边有啊泰国的代表作烤鸟妈妈，芒果糯米饭60泰铢，然后旁边这边有一张 takoyaki 日本60泰铢跟100泰铢。再继续走走看看，哇，真的是非常多人啊，而且看到很多马来西亚人今天，哎，超级大头虾，
哇，非常便宜哦，这么大只的虾才500泰铢一份，然后300泰铢应该是这个啦，不可能是这个，如果是这个的话我再饱我都会吃。哎，这边还有土耳其肉吧 Mr. Kebab。看着他做这份食物就是一种享受。来继续走走看看这个市集，哇，今天的人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哎，这边有烧肉，哇，烧得蛮漂亮的烧肉，哇，好吃好吃，老板娘讲好吃，在Lee Garden前面，可以可以。这边还有一档排骨 ，BBQ 排骨，一根20泰铢。这边有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我就不知道了。这边写 Barbie， 这个是什么呢？哦，好像是猪耳啊，啊，猪肠啊，猪肠。哦，原来是猪肠，烤得蛮漂亮的。哎，这边又有一档烤虾。然后有一张卖 oyster， 哇，卖好的，看看一下，看看一下。Kalau ada itu masuk sini, lepas masuk sini kasih cut sini. Okay. 哇，这位大哥应该是专家，这边有卖蚝啊，一个90泰铢，三个250泰铢，小一点的就70，这个大片一点的就130，真的蛮大，真的有一个拳头那么大，130一颗。看样子这颗蚝非常难开。哎，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糕点，哇，做得非常漂亮，它的颜色，这个也是应该也是非常甜的甜点啦，然后就有这个慢煎糕。这边还有卖点这个应该是干龙眼干腰豆啊，这个Lee Garden前面真的是恢复了昔日的人潮，哇，就算走到这边人也是蛮多的，还是有很多人。走走，这边就是卖 T 恤的地方啦。Lee Gardens Plaza Hotel， 哇，这边真的是恢复从前的热闹了。哇，看到的是到处都是人啊，而且小贩也已经纷纷的回来了。哇，好热闹啊，这边。刚刚逛了Lee Garden前面的街边美食，现在我就走出来Lee Garden前面这一条路，逛逛一下这边的市集啦，应该叫市集啦。今天的人潮真的是蛮多的。
哇，不管那一条小巷的人都是非常多。东方燕窝，这个也是和蔼的一个地标啦。刚才走在丽嘎的那边，我以为只是那边人多而已，没想到现在走来这个东方燕窝前面还是一样那么的多人。哇，这条平时是车走的路也变成了人在走了。Coconut ice cream， 爱丁麦跑，这个也是泰国我个人啦非常喜欢的一个小食啦，一个甜点。你看这样子一分才50泰铢而已。弄 YouTube 好，很顺的手法。走着走着走来了一间吧，这边也是蛮多人，这间酒吧在这边应该也蛮久了，因为我之前有好几次来过都看过这间酒吧。和蔼这个泰国南部的城市呢，真的是渐渐的它的人潮已经回来了，这边也可以看到很多按摩的店也已经开回了。那么我也很久没有在这边按摩了，目前的价格应该是一个小时240-250吧，应该是。走着走着发现一间大麻的店， Cannabis Underground Empire King of Cannabis，这边有写20岁以下的人不可以来，就是一间大麻的店啦，抽大麻的店。这边又看到有一间按摩店 Sense to 按摩店，哇，今天的生意真的是超好啊！只是看外面的鞋就可以知道里面有多少人了。这边又有一间 Naka Thai Massage， 脚底按摩一个小时，现在目前这边的价格是250。Oil Massage 也就是精油按摩是400，两个小时是700。今天泰国和蔼丽嘎人走马看花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是 CD 财，我们下一集再见。